金装社大黑管班里面有很多美女哦。那接下来这两位呢，这两朵啊美，这些美女呢，都跟花朵一样。那接下来这两朵呢，是小调吹小调歌曲的高手，一位是陈乐先，你可以先到前面，这样大家来知道我在讲。很不好意思对号入座。不好意思对号入座。所以这两朵呢，这两朵是吹那个小调的高手。那么有一朵呢，是很热心，经常帮大家印乐谱的，县外会中的慧秀小宝贝。另外一位呢是美女如花的美花，他们今天晚上为我们带来一首周华健的经典曲《花心》。那他们选的这首曲子，我们就知道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又精彩又浪漫又丰富又沧桑又美妙，情史。到，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《花心》。